惦记咱爱的天顶，写咱名字，祈求万事平安顺心。我明明是想要跟嘉纯斗三工，却颠倒害伊叫李文章误会。嘉纯即摆处境一定更加为难啊！我到底要怎做才能帮助伊？总算，对了，阿姐，何里等真久啊？没了，在哪？总算我唔知影，你就是嘉纯真正的未婚夫。啊，结果出生这个场面，我真正感觉弟弟就歹势。哎，啊，找你来，我是当面要甲你回家是的。吉文，卖你讲啦，这一切拢是卡合。我嘛是加入你的团队，才知影李文章就是嘉纯的翁婿。啊，若无我绝对袂接这 case。我知影，啊，当初若毋是我找恁两个来替我做这个建案，恁嘛袂拄着。啊，结果何文章误会，你有别个企图，才跳工来接近伊。后来我有甲伊解释，啊，不过伊就是听袂入去。其实我都知影李文章是嘉纯人才的时阵哦，我真有啊，啊甚至搁误会李文章对嘉纯无好，啊想要修理伊，结果发现伊俩感情足好诶，嘉纯嘛过了足幸福，所以我就决定放下一切，定定祝福伊，安内知影代志变成诶。啊，你讲诶我拢知影，有影，你若是真心要破坏因的婚姻，你一回来就去找嘉纯。袂等阿即嘛，即讲来讲去，拢是我的关系。我真正对你就歹势，莫安尼想啦。啊，一切拢是命，注定会发生的，就是发生。即马哦，敢若希望伊两人赶紧好好，啊，只要嘉纯会当过了幸福，要我做啥拢会用的。我了解你想要保护嘉纯的心情。你对的感情这么深，让我真感动。哎，其实我嘛跟你同款，嘛爱过一个人，想要保护伊后半世人，可惜最后让伊记住了。世界的代志就是安尼啊，啊不是大行啊，都会当让人做主。即摆哦，干来当等待时间，互咱的伤痛偷偷好起。不管怎啦，我还是要再一次哦，跟你回去才是的。虽然这件代志是阮小妹凯罗所引起的，不过伊即马有心，而且伊的胃癌又搁发作啊，我实在就不忍心责备伊。长生，这件代志你要怪就怪我哦，看是要怎赔偿你，还是？啊，我替你做啥？做你讲，不要紧。我袂怪任何人，也毋过我敢若希望你通答应我一件代志。什么代志？只要我做会到的，一定无问题。你一定做会到，就是请你，我退出这个团队。你要退？你要退出这个团队？从前我是真不简单，才找到你这么好的人才，我真正无希望你离开呢。杰文，多谢你的肯定。也不过即马，我甲李文章应该无可能阁继续作为合作。从前你听我讲啊，就算你进前是嘉纯的未婚夫，迄又阁安怎？拢是过去的代志啊。而且即马嘉纯嘛替文章生囡仔。啊，文章应该不是巴东遐矮的人吧？问题是，我去高雄那找嘉纯妈妈时阵哦，刚好拄到嘉纯。我们想讲，
啊，甲伊安慰者，四川个消息，啊，想袂到，叫李文章啊，佮有因妈挂掉啊，互因误会，我甲才从爱买。有这种代志，那才拄好，你敢有甲因解释啊？应该讲的我拢已经讲啊，也毋过李文章伫用歪头，拢听袂入去。安尼我了解，伊现在嘛发生这种代志，那是别离继续甲文章做同事，安尼对你对伊拢是过站定嘛。重申，虽然我真唔甘你离开，不过今麦看来，我敢那会当答应你的要求。Kevin， 多谢你的成全，你对我的知遇之恩，我永远都会记。希望以后能够合作的机会，一定。对啊，等我一下。你这八度，真正为了真好，看得出来是用你的感情在话，今嘛。我把这把刀物归原主。刀血当物归原主啊，那么够两就不赢啊。你家己保重，多谢你。对了，小友友，最近哦有人找我投资新地啦，那迄地顺哦，真好。要不过风险有淡薄仔悬，我等你考虑。什么关键投资啊？青岛废弃物。咋？青岛废弃物？他们的资源回收，这敢好谈？好谈。找我投资的人哦，迄无白呢，伊拢是偷偷搞粪扫，再去深山拿来担，啊，除了油钱、工钱，根本就免什么成本啦。只是讲哦，万一被警察抓到。然后开罚单，搁有刑责这方面的问题，只是讲我出钱的人尔，加加投资钱无去，所以我等在丢丢。我这有什么好丢丢的？一犯法的代志就是袂使做。我那是参像小姐姐讲的哦，真正这么好谈，那唔做啦。你这人是小贪啦！大姐，我跟你讲哦，刘姐拄仔跟你讲的话哦，你莫听哦，你歹路唔通行。这什么歹路唔通行？我来讲啊，会赚钱咯，就是康庄大道。讲到你哦，你龟头干啥底钱？你乌白都粪扫，对环境会造成污染的。哦，你要干啥？靠你赚钱就好啊，别人笑话咱们啊，别人笑话你，你免看就对啊。什么想法嘛？你自私的啦。什么思想？这就是好人甲善食人思想的差别啦。啊好啊，卖阁冤啊啦。我感觉用啊，讲了无唔对。就是讲哦，赚钱本来就是我的兴趣，我认为这条也是赶快能做。啊，风险哦，小苹果姐就好啊。有听到无？连小智拢赞成啊。永杰啊，你就是这款思想哦，所以哦，你一世人才像那三只。小智，参照你拄则讲的啊，那罚单哦，就是当作咱经营成本。搁在薪酬方面，可能得爱小花苹果姐了。这方面哦，会当先找人头啦，也毋过得爱找一个信任的啦。看起来烦恼嘛无效，即马只会当想讲，较顺来了钱，是了错进去的钱，只要试试卖叫伊来看就好。最近哦，真正是愈来愈无风险。小友友，啊，生意做遐尼啊久啊，你敢有熟悉厉害师傅啊？厉害师傅？什么种师傅？算命迄种的啊。最近哦，疫情变甲足严重，常常替我算迄个师傅啦，真是无要记啦，若无我就去找伊啦。哥，我今仔日红算命嘞，不然不要紧啦，我甲你探听一下，若有啥物什么消息咯，我再甲你讲吼。还是我小友友，小大心。你是懂的嘞，那为了你，我啥物拢愿意做啊，小看得起啊。
你靠纸片就卡呀，挂掉。应该是无什么代志啦，我稍等来再回就好了。我开了，删掉！小四，你别冲动，来唔当当啊！我直接扣我住了，拢在手机内底。我开机，你赶紧去查嘛！你查死！我讲啦，什么时阵才要跟伊离婚？小四，别生气啊！我甲凯罗离婚了，是早班的代志。重点是我外人跟我的心哦，即马我伫你家安尼。你哪袂离婚呢？你的心是变哪伫我家？小陈，你听我解释啦，我知影你足爱我，嘛真正足爱你的啦。啊，咱两个哦，在好啊，经营咱的感情。我相信，真紧咱两个当做伙。小陈，我甲你就做，我留下哦，一生只爱你一个。那凯罗家己啊生来了，我就随甲伊离婚。到时阵，咱两个好啊做伙啊，哦。感情真的，当然嘛是真正的，我是真正足爱你的。小陈，你莫生气啊，无，我来啊，我跟你真正的啊。阿伯，我爱啦，拄好你甲我求。好啦，拜托的，我甲你求啦，来，真正。啊！哦啊！阿伯啦！哎呦！我吃啊！你阿兄打东西还要搞鸡啊？你老公？搞鸡鸡，搞鸡鸡哦！我唔是超工的啊！那拄只一只狗啊，咧冲出来，哇！我若无打东啊，无我要直直弄安尼甲搞过去啊！我伊嘛是一条无辜的性命对无？我若因为安尼去害着思思，七岁时安就安尼就无好啊！啊是倒有狗啊？有啊！咱车顶哦，有一只摇摇犬啊！我呢呢，好寂寞。卡哇伊，都袂输啊！吉娃娃赶快丢！阿兄啦，大姐头，我拄啊听你讲哦，你要找人算命哦。哦，我想一个足厉害的迄师傅哦，我迄师傅哦，你若无关系哦，迄是记袂着人的呢。遮厉害哦！哎，小子，你莫听你后白转啦。他说跟你讲的这个师傅哦，若是真的真厉害，伊即卖要替人开车。安尼讲无道理。阿罗啊，开车是我的兴趣啦，袂使个哦。哎、欸，大姐头，我咧讲哦，迄事哦，真正毋是咧开玩笑的。迄什么议员啊、立法委员啊、什么企业家、大头家有无？我若要做重要的决定进程哦，都去找事务问的。事务若讲会使，哦，因才敢做的。我是因为哦，进前替一个大头家开车哦，才有机会熟识的。既然这么厉害，奶奶哦，你紧替我安排一下，好、哦。哎、欸，卖好呀，我袂安排啦。啊，去看卖嘛，无什么损失啦。不用啊，今天我安排一下，如今如何？有，没问题。赵重生，你总算回来啊！所以你也是把这包都提回来啊？你也是无多把刘家存放我袂记哩。才会走去到婚仔，甲阮大嫂揽做伙去，互阮妈甲阮哥看到。谁在安怎讲？赵重生，你有话就直接讲出来，莫隔一个面笑，对代志无任何的帮助。讲出来有啥物路用？啊，讲嘛无人相信啊，无人徛伫我立场替我想。我弟，我本来就是一个该死的人，我当然就是错。你到底去倒位？你是不是去找 Kevin？ 无奈把这包都摕上来。我原本无想要把这包都摕上来，我去找是要解释的。要唔过恁的 case 咪才进行到一半尔？为着莫让别人误会，我甲嘉纯。我干会当安尼做，所以你去告婚啦，告刘家纯真正无发生任何的代志。我只是经过告婚啦，我唔知影家纯伫遐，家己就问我讲是咪来告家纯聊天，我就认为讲安尼会当互伊较欢喜的，咪当互相祝福，我就讲好啊，谁知影代志变成安尼？啊，曹重生，真正不是我咧讲，你真有够衰。
等下领多好，你跋倒去南门大嫂，等下你去让阮哥、甲阮妈看到啊。因阮妈的个性，啊，甲阮哥对大嫂还占有欲，因即马一定气甲无法度收煞，要得甲阮妈，佫会叫阮哥甲大嫂离婚啊。代志就毋是因想安尼，因哪会当安尼就要叫嘉纯离婚？恁家的人哦，真正足超过，拢看袂起嘉纯，无甲嘉纯对恁家的人付出看平安来，那呢哦，我嘛赞成嘉纯甲李文章离婚啦，因为哦，恁家的人哦配袂起嘉纯，嘉纯在伊国家会人接过。你总算把话拢讲出来啊！你根本就是想要看到我哥甲大嫂离婚，然后你才把刘家纯纯当在你的身躯边，对吧？好、哦，恁家的人拢足戆的，听我人话是。我讲过几百遍啦，我甲嘉纯的感情拢已经过去啊，已经过去啊，哈喽！我替伊感觉唔甘，迄是因为我靠你受到无公平对待。我怎么相信？我都唔信，阮哥甲大嫂那是离婚，你袂去甲伊约回来？就甲你讲啊，我已经甲嘉纯的感情放啊，你唔相信是不是？好，我即马证明给你看。为什么你一定要逼我？我前不干那只话来转来，你就爱伫伫误会，伫误解我行为还够想法，是不是我原本就不应该话咧？哦，我决定了，我出国，我无想要继续留伫台湾啊，我即马扛我行李，订机票。离开！现在外面的疫情还那么严重，你若是出去，万一死在国外是要怎？还讲话，你若要替你妈妈想看卖啊？因爸仔真无简单才团圆的，你若是出去啊，伊会安尼啊相信我，安尼思念你。我已经死过一次，无甚物好惊。而且阮爸嘛会体谅我的决定，因为伊嘛唔甘我逐天一只只在痛苦。哪里一件厝嘞？你就要安尼让予我住，你就唔惊我把这间厝的装潢改掉？你若继续留着这间厝，你也是要卖，我会当卖你。装潢器材你要安怎改啊？命运哦，总是爱跟我讲算笑。那是安尼，我嘛无啥物好坚持的。赵重生，你敢真正要安尼就认输啊？我无可能看你安尼。把家己的人生毁掉啊！就敢若是阮妈甲阮哥误会你尔嘛，其他的人拢相信你啊！只要恁妈佮恁哥继续误会嘉纯，嘉纯人生就有真大变化，听无？哎，唔只简单，我走你的路，没有按你的话。李文珍，你这是什么意见？是唯一的办法啦！只要咱继续是男女朋友，阮哥甲阮妈都会认为你对刘家纯无任何的感情啊。因为你即马介意的人是我，不是刘家纯。明个，这办法受限啊！你无试看卖，哪会知影袂用的啊？你着跟我做伙去甲阮妈甲阮哥讲，咱一直拢有咧交往。你对刘家纯无任何的感情。李文珍，你安尼讲。是不是因为你介着我？为你介绍这是桃花开始的时阵，我也感觉你怪怪的。但到我跟这是约会，你又要对，而且我跟这是有讲有笑的时阵，你也面试着感觉怪怪的。你是伫咧食醋，一定是。你妈有讲啊？我哪有啊？阿姑，
顶届你妈来找你的时阵，你一直徛在我这边替我讲话，搁搞讲我足好诶，讲我是外冷内暖的好男人，不好。妈，我替你解释，迄是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就有正义感的人。是非黑白，我都分得足清楚的。我对你一点仔感觉拢无，你莫想想济。梅艳，我是袂当哦，甲你继续是恁朋友。阿爸，你死搞你爱着我，我对你无感觉。阿林哥，阿有恁妈哦，对我更加无谅解。赵重生，我对你一点仔动心的感觉都没有。你们要见面。哦，你无得证明啊！那呢，我就无得跟你继续成为朋友。再见，我准备出国。走着跑着，这一奇怪。我的心哪跳到那么紧，已经不是小鹿乱撞啊，是大象乱踩啊。你看我的面不红，我的心骨头也没白白菜，所以这样就表示我对你一点感觉都没有。那你是不是可以跟我继续是男女朋友啊？我也是认为这个方法不太好。我都这边给你看，你又说不好，反正我也不管了。你就是爱跟我回去见我哥哥我妈，不然像这样做，我哥跟我大嫂都会好话，就这样啊。没多久之前，我还感觉我跟文章、亮亮一家伙三个人过得真幸福、真快乐。是安怎才没几天，一切都变了？我跟文章的婚姻怎么会走到这种地步？我不要啦，你请假。姐姐，我知影你心情不好啊，啊，不过人拢讲食饭放得到啊，不管安怎哦，先食饱才好讲。啊，食饱了哦，看你是想要哭，我就陪你做伙哭；，还是讲你想要把一副木落来啊，我去给绑倒来。亚纯啊，别烦恼啦。过两天哦，等恁大家还有文章去那消，我才找因哥去解释一下啦吼。啊，恁大家做伙遐尼久啊，啊经过遐尼侪代志，因一定就了解你的个性的啊。我第一想哦，等因来较冷静落来想个清楚，安尼自然就袂误会你，放心啦吼。佳玉，大夏玲啊，这时阵哦，不一定会辛苦边。老婆，真正唔知要安怎才好。难呢，你是不是当时陪我照顾？我们都这样。吃啊，吃饭啦！吃饭，吃饭，吃饭。你要饭吗？饱
哇，来，安尼有够吧？好，小春来，是你上爱食的鱼啊，来。哦，哎呦，哦，喂，嗯，小娜啦，啊，妈妈，我最近哦，闻到鱼的味就想要吐。哦。哦、来来来来，无提到边啊嘞！来来来，妹妹，把提下过。啊，安怎？即摆有较好无？有啦有啦，我真正唔知安怎哦。即阵啊哦，若是闻到鱼仔的味，我都想要吐。嗯。哎、欸，姐姐。嗯。我还记得哦，之前有亮亮的时阵啊，若是一闻到迄鱼仔的味哦，你有想要吐。哎呦。常你去叫我买咸酸甜哦，你吃？你是不是有心啊？哪有可能啊？我才拄等你尔，无这么紧呐、啊。哎，不一定哦。当初我给你生下来了，后无久就有佳肴啊呢。你两毋才差一岁尔。嗯，而且哦，我听人咧讲啊，迄查埔囝体质哦，落会生妈妈。啊，你甲姐夫进前感情遐尼啊好，就规工啊黏甜甜。啊，你讲起，嗯，可能，咱的小亮亮真紧就有弟弟还是妹妹？他好可怜呐，更好可怜，可怜哦。嗯，啊，你之前不亮亮的时阵哦，想买做一下验孕棒，要去验钱，男的就免用。哦，啊吼，你妹妹讲了对啦，嘉纯，我随便养。结果安怎？一条还是两条？两条，表示啊！啊，救命！哎呀，我刚刚我跑了，我跑！哎呀，你有跑，你有跑！哎，不过，唔知这囡仔即摆来是好还是歹？哦，有囡仔就是好啊！你是咧想啥？啊！我跟文章即马即个状况，伊那即个时阵来，敢若有代志变到搁较复杂尔啊？袂啦，迄囡仔上阿母的润滑剂呢？你袂记得？你顶下有亮亮的时阵，当个文章哦是哇尔疼惜你嘞。啊，伊即马也知哦，你搁有心，伊哦一定会足欢喜的，而且伊嘛袂怪唔你客气啊，所以你要趁这个机会啊，好好甲伊解释清楚，安尼代志唔就解决啦。你啊。啊！而且哦，以前也不用讲，迄床头弯，床尾好。啊，恁二姐嘛，佮第二爱的姐姐，姐夫一定真紧落袂佮你计较，会来佮你好好。啥物伊无佮我计较？是我歹佮伊计较，好不好？欸，是伊对我问我遮尼严重代志呢。哦，敢啊检讨我，袂晓检讨伊家己啊？妈妈安尼赤白白，迄翁仔某做伙哦。本来就是一个人退一步，爱为对方设想，这婚姻唔才花多孤单。你即马为着亮亮，搁你不对内底囡仔设想，吼，啊两个阿妈赶紧好好，免搁冤落去啊！你若无时间来顾哦，你感情的必顺，是会愈歹补的呢。好啦，我赶紧去找文章，解释清楚。刚刚有需要妈妈陪你去？哦，没没没。妈，我要紧啊！这代志我也是跟文章两个人好好讲清楚就好啊。我相信，我若是真心诚意去甲伊讲，一定会随到我好好啦。嗯，哦，加油，来加油哈！加油！因为这届疫情的关系，咱红藤投资的真侪企业账面上拢钱顺顺，严重影响到公司的资金运作，嘛引起真侪投资人的不满啦。之前公司明明就好好，那现在变安尼啊？即马大环境就是安尼，真侪公司嘛咧了钱啊。咱红藤投资遐尔侪企业，敢讲无一间趁钱？
有是有啦，为一间赚钱的，啊，着股票叫咱卖了了，啊，着新中集团啊。新中集团？是啊，自从咱甲新中集团的股票全部脱手了，因的股价啊，都起三倍。你敢是伫咧甲公生笑啊？这边哪有可能啊？有可能，新中集团啊，即卖股价哦，会当变到遐尼高。不是因为曾成功我有经营的，那是因为我之前在新中集团的时候跟天星平台经营得很成功的，再加上这次疫情的关系，宅经济的规律起来，他们就要好好感谢我这个开山始祖才对。不，你头壳到底是在想啥？你现在新中集团也不是你的啊，他们赚钱那也是他们的事，跟你没在台，你到底是在欢喜啥？我是想要跟你说，我也很有本事啊。你哪真正遐尔有本事，就袂直接去红腾做总经理，就伫要舞蹈啊！我辛辛苦苦遐尔久，就无简单，才会当继承一切。我真正无希望，我直接去红腾就随破产。这哪会当怪我？我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呢。啊，即马来春马拢甲原本要投资红腾的资金抽倒去啊！啊！咱红腾转投资的企业嘛，拢了起。就算我是大罗神仙啊，我嘛无法度起死回生。我求你来了。赖春妈把资金抽走，确实造成足大的问题。若是无遐资金，咱公司哦一定出现真大的危机。我一定要想办法才用钱。小爱。我收掉啦，咱过去哦，趁即摆红糖够价值，甲伊买卖掉，安尼咱就有一大笔钱啊啦，有钱享受就是赢。你哪会遐尼无出脱啊？我这么简单才给你这个机会表现，结果你甲公司不干呢，佮提出这种意见，你到底佮有甚物路用啊你啊？我只是提出一个意见而已，啊，敢有需要对我遐尼歹啊？我看到你规巴都毁啊，毁掉！不管安怎，我绝对要把红藤捡落去。我才不爱让罗俊遐个人看笑话，讲我直接去公司哦，就水无倒去。小安安啊，我钱较要紧啊。啊，什么代志啊？哎，洪威廉啊。啊！我看小乐乐吼，敢若淡薄仔无爽快呢。我即下甲懵懵的吼，有淡薄仔憨憨，啊，佮有落腮情形，敢若是破病啊呢。小乐乐哪安尼啦？啊，你赶紧带去病院，莫耽误着时间啊！好听，好听。喂，小乐乐是安怎？小安哦，小乐乐吼，都淡薄仔憨憨，啊，落腮啦，敢若破病啊。你到底是安怎顾囡仔？我毋是甲你讲过啊，叫你莫甲伊穿甲遐尔啊高。还佫有啊，你互伊食物件之前，一定要先替伊洗手。而且莫常常带伊去一寡奇奇怪怪的所在。你看，伊破病啊，拢是你害的。是的啦，我毋是超工的。算算去啊，你即马随带小乐乐去洪生医院，我洪腾家的代志处理甲差不多啊。我等下随去病医替伊先挂号。你带伊去，就直接看。别去跟那些阿里不带人人做伙，有知道吗？好啦，我知啦。等一下，我在病院等你。啊，在病院对。小安，阿妈刚过公司，小乐乐啊，情形够严重。小乐乐情形够严重，妈哪有可能知影？也不是医生啊。回到即马哦，我叫医生带小乐乐去看医生，我才问医生就知影。我嘛要去。等一下，你要去倒啊？公司遐尔啊侪代志爱处理，你留来咩我袂走。我甲你讲哦，公司遐损失钱哦，你想是赶紧想办法补上来，那无我绝对让你落来。哎呦，小安啊，你莫对我严格好无？我讲会到做会到，你想是甲卡你钱？小安、啊，
乐乐乖乖乖吼，阿妈等你哦，带你来去有医生看哦，吼。好。哎，又真啦，来来来。你吼，等下开车载我跟小乐乐吼去病院看医生吼。小乐乐吼，敢那破病啊啦？嗯，我败啊！我今日想要留伫个厝内底追剧耍废一下，我不爱去啊！啊，你若是真正想要去啊，你就坐客人车啊。坐什么客人车啦？你敢不知即摆疫情吼，足严重个呢？卖甲别人接触哦，安尼较安全呐。所以你再往去哦，安尼较好知无？我败呐！那么你叫潘伟廉回来，啊，这是伊个囡仔嘞，啊，本来就是爱伊负责啊。啊，人威廉伫个公司，啊，小艾嘛伫个病院无闲啊。啊，即摆厝个上闲个人就是你啊，你来倒做一挂家内事。啊，你卖参像小艾讲个，你吼就是敢若伫个厝安尼闲闲无代志做，敢若做米糖尔啦。臭逼啦！我才无想要插嘴，想要讲我啥，为着我就歪去。来啦，哦，好啦好啦，好心好心吼，你给妈妈拜托好不好？啊，载我跟小乐乐吼去有医生看啦吼。啊，若无吼，暗时我就歪煮饭给你吃。嗯，哦哟，啊你甘愿做因两个人奴才，为什么要拖我落水啦？真正讲。安尼我当作你答应啊哈，去去，紧去准备者，好，紧来，去啦。王董，对啦，迄个资金的问题哦，我才找时间去恁公司拜访你，咱才好好来讨论。哦，好，多谢呢。哦，好好好，你处理无用，好。咱再约时间。嗯。唉，找资金真有够麻烦。张婷，王慧玲，你好。啊，你哪会来病院？敢是身体不爽快？多谢慧玲的关心，我是陪阮阿嬷来，定期回诊追踪。拄则阮阿嬷讲耳寒。我就等伊车顶替伊摕外套。想要甲你遐尔友好，啊！正经咱实习的时阵，就罕咧听你讲恁厝里的人。我迄个时阵，佮俩尊讲你是一个叛逆小子。结果你竟然对恁妈，也佮我阿妈拢遐尔好，真正是人不可貌相哦。较早是较早，我即摆已经无共款。但是你敢有快乐？有哩。那会问这个问题啊？虽然讲你即马是一个人人行善的富三代，啊，不过你敢无感觉，其实你也是一个防控制伫个手头的家里人啊。啥物代志，拢只会当听别人的去做。敢讲你无希望，只会当拿伫家己的手头？无需要，我认为我即马已经过了足好诶，我只要共阮阿嬷需要，够有好就好啊。不是安尼，讲到底，你只是伫替恁阿妈打工的员工尔。你看到的所有一切，拢是来存妈的，跟你无关系。你根本就啥物拢无。苏小安，你到底想要讲啥？我只是想要跟你讲，我想要跟你斗相共。因为即摆你就好参像过去的我共款，互我看甲足唔共的。我真正无需要你跟我斗相共。我要提外套去给阮阿妈，我先来走。蛋姐，你敢真正要一直做恁阿妈的下手人？你敢真正无想要做一个搁较自由、搁较快乐的好爷人？我知影，你一直拢真有理想、真有野心。我知道你根本就无想要做一只温顺的小绵羊，对不？周小安，你到底想要安怎？我只是想要给你一个机会，去完成你过去的梦尔。只要你愿意跟我合作，我铁当跟你斗相共，把来存买的钱变做你的。
时阵，你就唔免阁听任何人的命令，受任何委屈啦。就亲像即摆的我同款。你是要安怎把阮阿嬷的钱变作是我的？只要你愿意，跟我坐伫同一只船，咱做伙去看更加远的未来，我自然就有我的办法。你讲看卖。其实办法真简单，来春妈不是讲要把资金抽走，只要你有法度，说好来春妈继续投资阮红藤，我得把两成的投资金退给你，安那？两成听起来嘛袂少，两亿的投资就有4000万啊。唔难呢，只要你愿意跟我好好合作，未来咱有搁较侪机会。安尼，你讲搁较清楚。妈，你真正就烦的呢！我拢已经载你来啊，你敢要我陪你入来？你唔知影即摆无代志，就莫入来病，安就危险的。好啦，知啦，莫定阿念啦。回头等下医生看看，就要来走啊，你莫乌白啪啪走呢。又搁起嚣张哦！咱再个另外约时间，这边再个讲。我等你跟我联络。好。赵小安，你真白见小的查某，竟讲我不准甲听来哦，结果你家己嘞，大庭广众之下，甲伊安尼卿卿我我，看伊的眼神哦，就亲像要甲伊食落同款。你嘛小可骗人者，俺才死无外久呢。你是惊人唔知影，你这机壳是吧？是啦，小安呐，啊，拄则看你甲张婷两个人吼，啊，行得足歪的吼，行在别人的公园啊话，咱那时候保持距离吼，安尼较安全呐。嘿，你两个这么想呐？一人一句，安尼敢也是话？这样当做家己是我的大家，甲小哥啊是吧？无啦无啦，唔是咧教示你啦，是咧甲你提醒啊。唔免，去接我爸上啊！规工伫咧外口，安尼做一大堆有诶无诶，害我面子拢互你下了了啊！我甲你讲，这是病，请你叫我五虎，你卖叫我诶名，若无那像别人听到，伊会哪想啊？你即卖身份是我厝内面诶下骹手啦。不是我的相哦，像你较灵魂嘞，你有啥物资格管我？是的啦，我不是调岗的啊。周小安，你安尼讲，敢会想超过哈？我妈逐天替你生三煮饭拼出来，搁要替你照顾囡仔，到即马一仙五里拢无甲你提。你无甲伊说道啥，就准拄煞。即摆搁爱互你安尼糟蹋，你是不是？那一点仔良心都无哈？安那，我就是要安尼对待伊。你若是无甲伊听，就莫听啊，相较远诶。真嚣杂，我真欠教死啊你啊！玉珍啊，好啦，无啥物代志，你哪能安尼气噗噗啊？妈，从小拢甲伊教导到安尼，你搁搁无代志？徐幼珍，你管好你家己的代志就好啊，其他代志免你计啵。冰嫂，小乐乐我有替伊挂号啊，你等下哦，直接带伊去看诊，看完就直接转去处理，千万唔通四处爬爬走，有听到无？好啦，我知啦。还阁有爱记，伫外口爱叫我五夫人。是五夫人，你嘛差不多。妈，你看，伊是甚么款的态度？伊真正了做家己是女王殿下是？讲来讲去，
拢是你甲潘伟玲家己心歹去，周祥安才会无甲恁两个囥伫个间内，根本就甲恁两个当作奴才共款。恁妈安尼讲啦，其实小安吼有甲恁当作是家己人，毋再讲迄挂话，搁再讲伊即摆身份无同啊，所以伫个外人个面头前吼，都爱较有残杂个，咱都袂用个伤过亲近，这嘛是正常个代志啦。妈，你这哦就叫做自欺欺人。清楚周祥安这款查某，假人告告，为着家己个利益哦，会当随便你。你两阵你甲潘伟玲，佮有甚物款个利用结党？你就等你看，伊真紧个就反背你啊！袂啦袂啦，人小安袂安尼做啦。你拄则拢有看到，伊甲庄婷两个人就伫要连做伙，你佫讲伊袂安尼做？拜托个，周小安连吴志成遐尔优秀个查某人，拢会当反背？就免讲哦，是潘伟玲迄只鲁蛇，伊是倒一点比得过庄婷？威廉有小乐乐啊，又搁安怎？周小安即摆遐尔有钱，要替小乐乐找一个便老爸，有啥物困难？周小安被抢啊，是早办的代志啊。潘伟廉这只乌龟啊，伊做甲比武出城，更加大。你妈咧一直看衰恁哥哥，还佮恁阿嫂好不？人伊袂有代志啦。即摆就干那你这个戆人，会令周小安做你的媳妇，伊根本就看你袂起。靠不住，所以把你赶走。好，迄拢无要紧啦，只要吼伊甲威廉吼过得好，安尼就好啊。啊，无得看啊，因阁生一个，感情会变甲愈来愈好。妈，你真正是痴人说梦诶。虽然今嘛潘威廉甲周小安困一间房间，也毋过因根本就是同床异梦啊。你无看到？潘威廉一天到晚欲求不满模样，有一天我阁看到啊，潘威廉困伫涂骹呢，因囝仔是变啊种囡仔啦，哪安尼啊？叔，啊，这位哦，就是我过去的师傅啊，叫空空法师，不是空安的空嘞，是四大皆空的意思。看起来不哩厉害，还是讲伊在念念念，写念啥？伊即马咧用天意哦，甲顶面咧讲话啊，我的师傅伊会当上达天庭，下通地府的，唔乃通知天机，佫会断生死的，伊真正是法力无边的。我迄不是讲咱一般看的半桶水，迄专门骗人，迄变神啊，不是呢，你百分之百大输的。在天机断生死，佫捌这样厉害，啊，听你安尼讲起来，根本就不是人，伊就是妖怪啦。有啥用？讲较正经的，无礼貌。正经就是有人像你安尼啊，铁气啊，迄花艺师的能力，佮我行出去哦，我所以叫伊棒球磕了头了，你头一空啊，只不过你大意。哎呀，迄一波是拄好去拄着你。什么拄好？迄唔难呢，佫有侪人来输这闹场呢，结果恁一挖出去尔，哇，佮水出车，佮断脚断手。哎呀，迄话拢你咧讲呢，啊，我哪有要看到啊？我想要哪相信？啊，就是你唔知要讲，你知。好好好，我问师傅，我就知影。师傅，我是蔡金鸡。请问一下哦，我敢袂当？袂用哩。连问都袂问的，你著讲袂用的，无你敢知伊要问啥？恁想要问最近投资的生意是平安做，对不？安尼你著知？我昨日讲过，足厉害的，飞天会震地的，天下间无啥代志，伊毋知啦。哎，师傅，啊，这生意我到底是会当做，还是袂当做？袂用哩。坐落去，你就稳死的。啥？你讲这句话什么意思？小姐，你已经真有钱啊，要什么就有什么，都爱知足。你若要做这乌心的生意，干那一句话，自吹死路。你就是贪官是无哈？你
你才纯粹死而进去。无啦，无安尼，你无创梦啦，诶，输油神功护体诶，你无甲拍，你袂使拍啦，你若拍哦，你会出代志哦。喂，真诶啦，我刚才无看到。好啦，我去请教你啦。那呢哦，我做啥物生理较好啦？你著乖乖踮咧厝，啥物拢卖做上好。你这叫做什么舒服啊？叫人包在等咱厝啊，什么都卖做，啊什么拢卖做，什么拢趁钱，啊不趁钱什么拢生活。我学你就好啊，啊你不是爱食软饭，一个食过一个。而且哦，我看你的身躯吼有真深的怨气，那亲像吼有两个查甫，一个查某的缘分，要找你讨命。哎呦！啊，叔叔叔叔，麦克讲麦克讲，囡仔不是我要来问的，囡仔是阮大姐头要来问的。你继续。小姐，你都要听我的话，尤其是吼，你即阵要想要做的代志，绝对免去。无吼，你唔干那是了一年，佫会去用掠一关，你都要记好。叔父啊，这生意明明就遐尔好谈，你叫我卖做，啊，钱来伫涂骹弄弄，无咧捡的对不？无啦，唔是啦，有钱赚你嘛爱有命开啊，对不？迄叔讲的话哦，迄从来唔捌识个差的。我看你也是听伊的哦，较袂出代志。好啦，我相信你。这条我卖赚得着啊。安尼就对啊。这条钱你无赚，后一条吼你会赚愈济，而且佫有福报。真实的哦。哦，师傅你讲这句我介意，哎呀，我相信。啊对啦，哦。这是我淡薄钱哦，感谢哦。哦，一包遐样大包看起来应该有十万哦。老师傅是法力无边的呢，当然袂当失礼。既然小姐出手这么大方，我就报一个天机给你知。啊？什么天机啊？这位先生跟这位小姐到底连算讲天作之合，后面一定是大富大贵。啊，唔对伊的形象啊，够一块。给人滴嘞，我知道。你讲的哦，就是伊今麦这个报对吧？听着吧，小瑶瑶，人师傅哦，就讲咱是天作之合啊。你赶紧回去跟领导迄个哦，跟理理的，听着吧。是啊，小姐姐，问题是我甲凯罗的这离婚的代志不这么简单。我报你一个撇步，你也想要吼，你的愿望较紧达成，一个七七四啊九工内面。别用卡着这位小姐，嘛别用甲蒙一下。刘姐，连牵手也袂用啊！我听你大咪的，我听人讲哦，要实现愿望，得做法双修。你做师傅的人，唔得替我想一个办法，让我跟我的小瑶瑶，安尼双修，让伊赶紧离婚。唔是，叫伊袂当卡我，连手都袂当蒙。哪能哦？我唔是看有食无干打紧啊！无好啦，你别着急啦，迄事会安尼讲，迄绝对有原因的啦。你先听迄事看哪讲啦哦。恁两个面相吼是真速配，啊，唔对恁个大运吼阴阳相克，伫个还未结婚之前发生关系吼，一定会阴阳颠倒发生在，轻者断脚断手，重者恐惊连命都无去。啊，这么严重哦！师傅，你讲的断脚断手，是这无命的人，是我还是伊？既然是阴阳颠倒，当然是查甫较不利啊。那我得放心啊！啊，来来，小侄子，你妈的你呢啊！一旦乾坤颠倒，天地难，我法力搁较悬，嘛无法度改变。我真正是愈听愈火大啊！你做事话讲你无法度改变，哈？做了什么事啊？阿爸搞错，你笑死！哦，人话讲到这，无密度，我都唔相信，迄天下间发生什么代志？或是发生代志是因是我，哈？骗笑的！好啦，小侄子，小侄子，我安尼啦，那是哦，听阿叔看怎讲啦。阿免听啦，你问啊，小瑶，因阿毛，咱就住上好的饭店，住喺总统套房，我洞房者，你辛苦啊，啊，是够，你若无发生什么代志，我来替你扛房，行。别，不啦，小侄子，小侄子，哎，大姐头啦。介绍迄什么师傅啊？叫我袂当甲小瑶瑶做伙，这毋着叫你袂当偷食鱼同款，那有可能的代志吗？无啦，
啦，我知影这件代志哦，你就歹做的啦。我人迄师傅讲的话，哦，我要求准的，无你开玩笑的呢。我是感觉恁两个哦，还是照师傅讲的话做较好啦。啊，我才无你信的啦，小雨啊，你敢袂惊？我当然嘛袂惊，我为着要跟你做伙，我也当讲是视死如归。水，我知影你伤心也得爱我，真是。喂，等我啦。来用脚你家屋外拍谁啦？我安尼哦，哦，我你先去小店等我哦，我来变数。你看，用来把是外好，啊你咧？啊，没有表现。哎，有电话到你收了，来，哎，电话客户。喂。小雨。小雨要你。哦，你拄只搞演呢，你无做伊讲可惜啊啦！我，迄刘姐哦，真好咧骗你啊咧，你拄只死死要甲卡着哦，我一惊一下面吹损损。你反应这么大，我俩真唔相信。啊，要信不信哦，又在意啦。我早伊哦，恶人无胆哦，我惊死。一声刘姐哦，以后绝对唔敢我卡死死啊。这个多谢你来斗三工，我把这好心帮我咧赶走。哎呦呦呦，这样，就我淡薄心意哦。以后吼，哪个有种好康的代志，爱叫我找我呢？哎，无问题啦。卡叔啊，刘姐啊，出什么恶报吼，我绝对来处理这空空大事。哈哈。嘉诚，你快上来，快来！你现在怎么想？吃，我有买你爱吃的东西给你吃，来，给我胃口了。文章，我知道那天的事情对你来说是很大的打击，但是你要相信我，我跟小爸真的不安全。当初咱认识对方的时阵，一开始是无信任的。啊，不过结婚了后，有了亮亮，才开始对对方有信任、有期待。我不管迄天你甲赵崇生是毋是有做啥物对不起我的代志，啊，不过咱的感情，敢袂因为伊的出现有任何变化？你是有感觉我有啥物变化？敢讲，你有感觉我对你冷淡，还是讲你有感觉我的心无在你的心上？子春，我知影你是真心爱我，也为这个家庭付出足济。啊，不过我咧想，是不是我受过阿爸，硬把你留伫我身躯边？毕竟，你是现在造重生，对伊感情这么亲。我会对你的欢迎这么大，这么有安全感，那是因为我知道现在爱你做出选择是很残忍的事情。那你敢有想过你对我不信任，不想要听我解释就回头做你走，这更加残忍？赵崇生的问题不是这么简单的解决的，现在我只要静下来，对，拢是迄天恁两个人，咱做伙为民。敢讲你怀疑我甲小爸会搁再有感情？
我不是怀疑，我是怕。你人感觉真好笑，我竟然会怕赵崇祯把你抢走。不过，我真正一点仔自信拢无。你是对你家己无自信，还是对咱两个的感情无自信？所以我跟你做伙是一个意外，要不过咱嘛牵手走过这么多风风雨雨，咱都无放手。文章，这次咱嘛同款好无？要这么简单的放弃？小顺，文章，我有很多话想要跟你讲，而且我知道你若是听到了，会跟我同样欢喜。是安怎？你现在看起来，像就是同样不肯相信我。我到底要安怎讲，你才愿意相信我？我完全愿意相信你，啊，不过即摆代志变啊这么复杂，若是我甲你和好，叫你回去，是不是常常在看你甲阮妈伫遐无欢喜啊？那安尼你爱我安怎做？继续待在后头厝？文章，拜托的，我想要回去，我就想你，我就是亮亮的，而且我……我看你了，也是暂时，待在你妈遐好啊。就算讲你甲赵崇祯是误会，也着爱等我妈气消啊，才安静。我是做不对什么代志，我就爱受这个委屈。当初给我设计你，让你两个看起来有暧昧的时阵，我妈刚好叫我离开你，我妈刚好叫我离婚，我妈叫我爱相信你，就要给你一次机会，千万唔通放弃，拢徛在你那边替你讲话。即马赶快的状况，身体我的心伤是安怎？你妈就爱叫我离婚，叫我就爱离开你。刚刚对你丽佳来讲，我只不过是一个生亮亮落来的人。在你妈心肝内，伊从来无把我当作是恁一家伙啊！刘家纯，我万一让你这个细路入来阮家，让你叫我一声妈，我已经真大方，目睭有八长啊！妈，你什么时阵来啊？连你某在讲我的歹话时阵，我就徛在遐啦。妈，家纯不是那个意思啦，你们解释啦。我的耳也真好，我听得真清楚。刘家纯，你跟赵崇祯做出这种代志，我无甲你收着，已经对你真客气啊。妈，你是在讲啥？干掉你！你唔若无好好反省，佮走来才杀了我母仔的感情，这查某心肝内吃了我毒啊！妈，我根本就无使用你甲文章抹起的感情。我，你甲赵崇祯你偷来暗去，甲靠近我妈。以后哦，你莫再来找文章，我没想要甲亮亮带走啦。你若想要甲赵崇祯做伙，会用的啊，做你去啊，我嘛无哦，你做你新妇啦。妈，你莫代替我做决定好不好？文章，伊拢已经甲你戴绿帽啊，你莫再替伊讲话好不好？我问你，经过这件代志，你对家纯爱，刚刚拢无改变，你敢拢无怀疑，伊对你的爱是一时的，今麦伊爱你回来啊，经过比较，伊当然嘛知影，伊对什么人的爱比较较深吗？文章，妈是认为哦，你甲家纯分开啦，本来家纯哦要嫁人，都唔是你啊。妈，拜托你别再说好不好？我不想要跟文章离婚，我相信
文章的想法绝对是跟我同款。文章，我跟你讲，你是不是想要再继续跟家传做伙？我不知影，我真正不知影，是不是要跟家传继续留在我身躯边？曾给我留在身躯边的勇气拢无，因为你做出让文章伤心的代志，当然莫讲出这种话啊。文章，你的意思是，你有在考虑要跟嘉纯离婚？文章，嘉纯已经明显变心啊，你别有心理准备，伊别等下手凉凉。啊，不过你放心啦，妈一定哦会替你找上好的律师，替你拍下这个官司。妈，你敢是这么希望我跟嘉纯分开？我是无希望你受苦。妈，我会不赢啦。啊，文章。我知道你真爱嘉纯，就参像文泽爱嘉豪同款。啊，不过你看文泽下场偌凄惨的。我希望你哦，唔通只是心软，唔肯放手，最后受苦的是你家己。妈，阿老李，别又讲啊，你先回去，好。哎，你好。是安尼啦。啊，阮后生甲新妇吼，因的工课吼足无闲的，啊，回来厝的时阵吼，都安尼足忝的，所以吼，阮后生甲新妇根本都无时间，你了解我的意思啦？哦，我知影啦，你是要过孙哦？是啦是啦，小公哦，即摆已经有一个啊，小公哦，搁拼一个，唔知小公在遐食太阳药啊？没问题，你等我一下，我给你加点油啊。哦。这条哦是让查某人保养身体啊，顾子宫的啦，安尼较容易受胎啦。啊，这条哦是让查某人壮阳哦，增强体力的啦。啊，你若是想要脱身哦，你要想办法花两个同齐食，安尼有新的机会哦，较大啦。啊，这么的，有啥物所在爱注意的无？啊，因为我药效哦，落了较重啦。啊，吃了哦，较会想要爱困哦。啊，你过顿啊有代志爱处理哦，你静静你就莫食，安尼哦，较免受影响。哦，安尼我知，头家多谢你嘞，好来。好，我早些请你。哦。只要和威廉跟小安搁生一个，那呢应该对当个小安绑在威廉的身躯边啊。那个张庭都不是威廉的对手。你刚才怎样？我拢知影。
我拢知影，你唱歌真正是足好听，尤其是这条歌。以后你敢袂当逐工拢唱这条歌给我听？当然也是无问题，就是爱我二十四点钟拢唱来听，我拢无要紧，无问题，我一定唱。哦，真正。哎，宋长啊，哎，即摆疫情搁起来啊，你两个别知我，哈你我啦。永姐啊，拜托诶，我甲小智是真正互相意啊，阮想要安怎管你啥物事代，你管遐就咧创啥啦？就是讲啊，勇啊，你敢袂管伤济啊？我咧叫管伤济，我无提烧水，安尼甲泼了，你又算个对真过去？永姐，你较差不多来哦。什么？我较差不多诶，我甲你讲哦。只要我对你哦，你免想要靠在阮思思的身躯个。啊，你是好啊，袂啊，勇啊，你若想要继续对我，就莫管遐尼济。无啦，大日头，我关心伊呢。有迄事有讲过，讲迄刘佳瑶袂使甲查某囡仔，迄落啊有无？无伊有代志呢，我是替伊足烦恼个。你烦恼我？你笑死人！你莫再莫假好心好无啦？拜托你，只不过是一个下骹手啊，你管东管西，啊，若是互迄个下骹手看到，安尼要安怎？伊是要娶人啦？也是小瑶瑶想了解我，这就是伊想做地人听的原因呐、啊。啊，好啦好啦好啦，恁两个莫想超过就好啊。麦菜，咱继续练。继续继续，麦菜。麦杯啊。哇。哦，是咱的小芝芝哦，较厉害啦。你真正足够的。即摆这个时阵，你到我都找到会当唱歌啊、甲饮酒的所在。真啊，小姐足好的兄弟开的私人招待所。啊，我知影伊小度拢做了真好，我们才敢带你来吃。啊。小瑶瑶。今日哦，真无简单有遐尼好的所在，咱得好好练，练好爽。一定爱练好爽的。小姐姐，你的酒量哪遐尼啊好啊？喊我你拢啉袂醉。你安尼，我小弟想要哪找机会，甲你喜乐喜乐。小瑶瑶，不如咱今仔日，就见面好咧，舒服看。就算咱做人与人的连接，哈，嘛袂发生什么代志。讲真实的啊，我真正是想要甲试看卖啊。你叔讲啥物，我袂当较查某啦无，长脚长手，我才要你甲信嘞。拜托，我刘家也是啥，我天公阿囝，我就唔相信会出啥物代志，对无？就是讲的，勇啊，出去，我甲小瑶瑶需要私人的空间，出去。无啦，安尼敢无？大石头，你唔通袂记哩呢？你叔讲呢？讲刘佳瑶哦，你甲刘佳瑶袂使想我咧，啊连摸拢袂使摸到咧，无伊有代志，啊连你嘛有，会变衰，爱变善家咧，莫啦。啊无这款代志啦，我钱遐多，啊兄弟佫遐尔听我，是要干啥？就是讲咧，就算哦会出代志啊，运气会变歹，你若我紧啊，我着去保温就好啊。我刘佳瑶是无可能因为别人爱讲几句话尔，我着放弃对小侄子的感情，对无？好啊，勇啊，紧出去啊，别浪费我的时间，出去啊！无啦，阿公哦，你阿唔好啥，出去啊！啊，无啦，我即马即嘴呆啦，你嘛先喝啉一杯酒，即嘴呆一下对无？无等出去，唔知要等偌久，才等一摆啊吼！啊好啊好啊，恁两个紧出去啊！哇，今天这嘴呆，哎呦！你看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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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看
噔噔噔噔噔，小子你看，我咧烤的糖有劲无啊？吼，这只好啦，尤其是只有我拍的。哦，小瑶瑶，你也是敢看，来这拍啊！你唔知哦，尤其是迄个好的一两粒目睭哦，我爱看的我拍，我凶我拍的哦，拍哦。好怕怕哦！瑶瑶，好怕怕。都改牙冲啊，出去！没事，你我拿出去哦，试试叫刘家吃去。无啦，哦，我拄啊嘴大个，即摆我拢未接，我拢未啉着咧，你无你嘛，我啉只汤一下好无？哦哦，真啊做啰嗦诶你。我又不是烤红糖啊！你别跟我讲你不是刁工的哦！哦，嘿，我来刁工的啦！我来袂走，你有机会哦，卡着试试啦！我来报伊啦，你袂再卡着啦！哎呀，勇啊，你那是哦，搁想要对我？你即摆出去！无啦，大姐头啊！哦，迄刘教这个人哦，迄真足太高的人，你也相信我，而且我是给你请来做保镖的哦。有听到，有听到，小子，你有听到？伊根本就是要来破坏咱的感情啊！你敢真正要继续留你的身躯边？勇啊，我警告你哦，你即马若敢唔出去，以后免对我出去。唔是啦，大只头啊，迄刘教这块的哦，迄太过贵啦，你要相信我啦。而且我是给你请转来做保镖的哦，啊，我保你啊，对不？你搁应试应试看卖，明仔载要来啊。好，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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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出来，我出来，我出来。哎，刘姐哦，你哦，你哦，你莫后壁来哦，你也去师傅讲的话哦，轻食哦，哦，啊重食哦，你知哦。啊，是要出去无啊？滚！走！伊个鸡，真正是。哎呀，小瑶瑶，我今日足欢喜的，哦，等一下。叫咱所讲的，来去请你，我一定哦，要伫你的身躯顶请一个属于我的记号，哈，安尼才好多证明你爱我。嗯，安尼哦。嗯，好啦，我今仔做你看，让你知影，我是一个讲会到做会到的查某人，我得去请伊来证明我对的啦。是，我得等你一句。嗯。今晚来去，来去啊！小点，小点。哎呦，今天是我的小姨啊！来，好，下来啊！上个边啊！我咧看电视呢。你这是沙巴马铃薯啦，特工困伫电视头前吃零食，啊，不过尻川哦愈来愈大，大家都拢坐倒啊拍麻将啊。你下面才有吃弄过咧，生个我一死娘嘛，骨甲讲我哦。歹势哦，咱是相生啊，大家拢讲咱是个出相的。哎耶耶，贵只该相相咧。啊，所以你是贵哦。潘伟。你的啦！可怜啊，啊你是咧找啥个啦？哪安尼一直变一直变啊？我咧找哦，八楼啊，迄粒表啊。哦，你是讲你进前把迄粒表摕予成功，啊，然后恁爸伫咧进前佫把成功摕转来。摕予你的迄粒纪念的表啊，是？就是迄粒表啊啦。这个手表啊，都是在斟酌我家己。
做人啊，一定要向前走，免去走回头路。这个手表嘛，就是要甲阮潘凯子孙讲，咱做人都要知影时间是非常宝贵。我嘛是要一寡少年人知影，伫少年的时阵都要把握时间，千万唔通浪费青春，做一寡无意义的代志。迄个表是阮爸创业成功了，买予家己的第一个礼物。迄个表对来讲哦，足有意义的。伊最后会选择把迄个表留我，就表示伫伊心目中，我是比曾成功更加重要啦。拜托，你莫伫遐自我感觉良好吧。潘总裁把迄个表啊予你哦，迄是因为伊把所有财产啊拢保送予尤佩英啊。而且伊阁提钱予曾成功去帮助曾成功诶，摕到新中集团。嗯，安尼讲起来，伊是对伊歹势，伊才会把迄个表啊予你，吼。不如再要，为你那个表啊，今嘛在我的手头啊，安怎啊？讲威廉啊，啊你那雄雄要找那个表啊？我今嘛是宏腾集团的总经理咧，结果我出去，强提出手的物件拢无。今天我应酬，我大身躯顶拢是名牌货，我一下叫我们避落去啊，我当然爱提那个表啊来，啊叫激一下派头的啊。是讲嘛，你敢知影那个表放伫倒？我哪会知？那个表你不是拢摕伫个怪？啊，哎呀啦，那个表是我所有表内面上最值的，我一定要想办法甲找出来。你生做这款啊，就算讲你把那个表啊找出来，啊挂起来嘛，常常是假货，甲你正常形式同款，拢是假的啦。一切飞机场啊，点点呐！直接就这么搞啦！好啦，恁两个嫌我慢安尼好不？威廉啊，你吼先莫想迄手表的代志，妈妈哦有甜物件要给你啉啦。无爱啦，一定阁是你迄个乌白从迄最歹啉的药哦，我无爱啦。不会啦。这次不一样啦，这次哦是会增加你男子气概的保佑啊。男子气概？不用啊，我本来就很免的啊。哦，还真敢讲呢，你若是真正遐尼有动头，那你周小安那会遐尼啊欲求不满啊？大概看到张庭规个人拢要凉起哩，啊，就亲像哦要甲张庭拆一块板共款。你这死板现在有没讲啥？我不是死板，我嘛无没讲，是我亲眼才看到的。我跟妈去病院的时阵，看到伊两个人卿卿我我，有够袂见笑的。你哪不信？妈妈，无可能啦！小安安有甲我保证过，伊甲张婷哦，一点仔关系拢无啊啦。你这妖女哦，妈的，妖言惑众，唯恐天下不乱，那杀了我白宫，你定情哦，这秘密可定乱过几届，这边干嘛乱几届啊？装睡的人叫不醒，就情绪是在讲你几块烂干块，你头壳顶拢已经绿光照顶啊，你哪会弄前面都看不出来啊？你妈的，塞让我跟小安的感情哦，我只是讲事实尔。那呢哦，伊就袂咧外口安尼乌白乱来，啊，自然哦，对，会用咧贴你个身躯边啊。妈，我无遐厉害啦，我可能大概拢对。哎，我知啦。
所以啊，我就专工吼，订迄补药啊吼，要予你啉啊。你知影无？我今仔日专工去贴迄中药，啊一贴吼是要予查某人补身体，啊另外一贴吼是要予查甫人强身的。啊，所以啊，你若是想讲要予囡仔，这就是一个真好的机会啊。啊，就算讲有囡仔，不管怎，啊周小安就无伫咧首富道，四个有乖查甫人。亲像伊这款查某哦，就算讲甲潘伟玲有囡仔，嘛无可能乖乖对伊死忠啦。妈讲了无对啊，正常哦，我就是因为甲小安哦、小乐乐，所以哦，伊才会特地反背吴志成，选择甲我做伙。不对个，我若是甲小安。够得力呐！你得继续到另外辛苦比啊！你是偷未来主席啊！哎，会的吼，唔管安怎讲，咱即马啥物办法咯，拢来试。看看，来，来你们。今晚就林瑞英了哈。林志对母阿家真正是，不过病毒彻底。那你哎呀，一定卖好你，公，起码几亿。四界去找主角，走过来的所在，真正是够忝。唉，红尘即马变成安尼啊，我一定要赶紧想办法去找着新的金主才会用钱。嗯，找金主确实足辛苦的。上个我是上大孤独，而且我已经考虑好啊，我要甲红尘医院原本要成立的癌症医学研究中心。改做较赚钱医美中心，而且我嘛甲 Jacky 约好啊，要做伙讨论这件代志。啊，不过伊明仔要替别人动手术，所以我较早过去。啊，我阁有约一挂较重要的人做伙讨论这件代志。小安，你辛苦啊！那刚刚呢，无运动，无用晒，身体哦，早晚会爬歹去啦，我就唔甘的。嗯，你嘛知影啊？啊啊，小安，你回来啊！啊，来来来，我点只补药啊，不要你啉啦。哎呦，你提早啦，较拜托个。我唔是甲你讲过啊，你莫无代无志，点咩有诶袂好啊？无，我无介意啉。小安，妈妈不是为你好啊。看你安尼，逐工安尼死做走走，真正有够忝的。这也是特别为你准备的，予你补气、补身体，你要加减啉一下啦。是啊是啊，迄拢是为着你身体好呢，紧啉啦吼。吼、哦，你真正是够烦的。我若是唔啉，你就一直啰嗦对无？Thank you.
妈，我回来了。我知道你回来了。阿妈，你是怎样？咱看起来这么累。我阿亮那样困啊，拄只我伫吵伫闹哦，拄只个才该阿好困去啊。啊，歹势啦，拢是我害你这么辛苦。我看是我去找家顺，拜托伊回来好啊。你讲啥？你要拜托家顺回来？我认真想过啊，就算讲家顺敢若唔甘伊甲赵重生过去的感情，伊嘛无可能做对不起我的代志啊。我连想莫迪卡，真正是咱误会伊啊。什么误会啊？那是你一个人看到，还可以讲，即马是咱两个人看到呢。是家顺做出对不起你的代志，应该是伊甲伊妈做下来，甲咱回失了才对。那也是你拜托伊回来啊。阿姆哥妈，阿文。继续过去落去，也毋是办法啦。我咧想，一人退一步，等家顺回来才好好讲啦。袂用诶，你绝对袂用落让，啊，若无你会叫家顺食狗狗。妈阿公，我等。文正，你回来拄好啊，啊，你听看卖哦，是我讲了对，还是你哥讲了对啦？妈，等一下啊，我带一个人要回来见你。你这像我新妇的渣男，还敢有面来阮家哦？阿姆，我你安怎？你莫掠准哦！你来这甲我回一句实的哦，我安对当甲当做无代志啦。我跟我后生哦是无可能才收你的道歉。妈，赵重生不是来回失嘞？一起来坦白的。其实，伊是我的男朋友。啥？伊是你的男朋友？林正，你把邪不都是出啊？哦，是要转移焦点，来欺骗我干嘛呀？不是啊，不是要骗你的，我讲是真的。我真正在交往啊，只是还未满三个月，唔才无甲大家讲。那是无心哦，才问我三个月，你两个交往是要问我啥？我就想讲，等感情较稳定的才甲恁讲，而且我嘛甲赵重生讲清楚啊，伊真正甲刘家纯放袂记啊，唔才会甲我交往的。伊甲大嫂唔是参像恁想的安尼，这只是一场误会。你即马是甲我当作啥货囡仔？这种代志即马才讲，我哪有可能相信啊？去你遐的时阵，你遐个朋友就是讲，不是你跟伊交往，嘛是你跟伊相会啊，那变作伊在跟你交往啊，唔得，媒人变宿主，伊唔得相较大相准。这个代志讲起来真正是话头长，总共一句，无唔对啊，就是卡是我介绍给赵重生的，不过后来我才发现，我爱着赵重生啊，伊嘛介意我，我们才来交往。这个时间点真正足尴尬的，唔只系无甲主席卡讲。嗯，我过来对无？对啦，确实是我伫个时代主席卡的时阵，我就去爱着文珍啊，所以主席卡才会这样生气。太过离谱啊！赵同生，你想要卡打开家存，你才满意啊？一个阿家存，一个阮小妹，搁有 Jessica， 我真唔知阿家存那去爱着这款渣男啊！哥，赵同生伊唔是渣男，进前伊是真心咧爱着家存，即马伊是诚心诚意咧跟我交往，啊是怪伊嘛？伊受过温柔体贴，唔只会不忍心拒绝别人，才会互 Jessica 误会。赵重生，你即马伫阮妈甲阮哥的面头前讲我清楚，你即马到底是爱谁？
我现在的人是文珍，我对嘉纯已经无感情了，嘉纯也是同样，他早就已经不爱我，所以你别再误会嘉纯了，他真的没做出对不起你的事情。你若真正对嘉纯无感情，想到今麦声声顾顾，要替嘉纯讲话。我看你根本是利用文珍这档箭牌，想要欺骗我，对不？不是，伊真正无骗你。阮两个真正是。阮真正是咧搞哦，阮是男女朋友。啊，拜托，莫阁讲了。恁如安尼哦，我拢唔相信啦。哥，我讲的是老实话，你啥做拢莫相信啦。我唔管你是真的还是假，我是无可能带恁两个人交往。你即马随甲我搬离开你即马住的所在，袂当甲这渣人做伙。要搁有，莫搁继续予伊利用啊！就算像刘家耀利用你同款。妈，迄无同款。赵聪聪伊真正毋是迄种人。以前你嘛安尼替刘家耀讲话啊，啊结果咧，你看嘛，你即马是啥物模样啊？文珍啊，我拜托你啊，较前几下好无，莫让我烦恼啦。阿姆，你当骂我是渣男笨手，要唔过莫骂文珍啊，伊毋是恁想安尼。你免当假好心啊，我无想要看到你，你先搞出去。还阁有你，李文珍，你若是无想要听我的话，你马上搞出去。妈，等一下我。是讲，也唔知影恁大姐跟恁师傅即摆讲了安怎吼？应该是无问题啦，直接专工摕姐夫上爱食物件去甲伊探班呢。我感觉因两个哦，头痛。希望是安尼啦。哎，这两个个性哦，有够倔强的啊！我实在出惊讲哦，一句话若讲袂好势，互相误会对方安尼害啊。妈妈，你唔免烦恼遐济啊，咱有种讲。小别胜新婚，不得靠，让因两个今嘛吼一定滴不点 ，Happy， 宝贝回来啊！啊，惨，有小别无新婚，请你甲姐夫两个人即马啥物情形啊？